当我们基层有任何现状下的问题想要解决，都会面对高层无情的打压。那高层会直接用各式名字来按着来，不管是计生界调职，或者是私底下的压力，导致我们基层根本无法发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上街头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今年第二次上街头。我们在网络上有将近20万人的粉丝支持，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警政高层知道基层的声音，高层要听。我们需要工会，让工会告诉我们基层需要的改革。让我们应有的工时、应有的休假，让高层不要再继续打压我们基层的声音。谢谢。等于说，我们很有可能今天你如果过劳倒下，我们消防人员不仅没有办法救你，可能连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救。所以我们呼吁政府应该要补足消防能力，然后改善我们的消防装备，以及我们的消防可以专责到。不仅消防过劳，也不仅消防过劳。台湾银行企业工会，一路警消防过劳，合作进步银行企业工会，加油！全民安全，大同公司关系企业工会，加油！这个时候，有一群劳工来到了现场，来，我们喊我们口号，做公司。这个时候，有个家伙冲上了台。哎呀，是一个立委。你们要的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都有，都无。OK 的。欢迎到他们决定拿出一些小礼物，可是这个时候，就要小礼物快要传到工人手上的时候，日本家出现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还要更多，我还要更多。”如果不给我，我就要出走，我就要出走。于是政府和立委决定拿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还给工人。是一个没有用的狗骨头啊！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可是这根狗骨头又大又白，又香又软。工人有一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很开心。
出，我们看会丢出什么样的结果。受训的非常的温良恭俭让，非常的乖巧。于是呢，护士生病怎么办？我们只好吊点滴。那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我们认为人力的问题一定要改善，所以我们工会几乎工会支持，就是工会介入劳检。那请大家跟我喊一下口号，支持工会介入劳检。他还要做研究、写论文、要出国报告，这些都是自己的时间。护理人员上班照顾病人，还要通马桶，警察还要抓蟑螂、看老鼠、修灯泡，电视遥控器转不动了，我们要帮忙修。还有警察上班的时候要被抓去换轮胎，因为民众说我车子跑不动了，这是警察要帮助人民的。消防人员被叫去抓蛇摘蜂巢，这些是我们该做的吗？这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学校教我们的吗？既然我们都是医学生，然后我们都要成为医生，那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自己是劳工的话，就应该要走上这个游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因为呢，就是看到很多学长姐啊，就每天在临床工作上就非常非常忙，那大家都呈现一个睡不饱的状态，那其实对病人的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。所以呢，如果要真的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改善我们在现在医疗环境的这个困境，才有办法真正的照顾好我们的病人。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，大家其实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是病人，都是受到很大的危险的。不止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一个影响，同时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来照顾这些民众。我们都不希望这颗骰子上面写这些，不管是救护没人跑还是医师跑光光，这些东西发生在各位民众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，一起协助我们把这些议题散布出去，让大家了解我们这几种公共服务劳动者的这样一个恶劣的劳动处境。Thank you.